それで今度の雇い主はどんな方ですの？任天堂宣布，他们将与日本 Mist Walker 公司合作，针对2011年1月27日要推出的 Wii 超大作 RPG 游戏《梦幻终章》，要推出 Wii 同款主机版本，售价25,000日币。而游戏出位特点是游戏设定画册以及游戏配乐 CD。《梦幻终章》是近年来日本少见拥有超强制作卡司的 RPG 大作，游戏由 Final Fantasy 系列制作人坂口博信亲自领军，由 Final Fantasy 系列音乐作曲家直松伸夫配乐，以及日本知名画家藤坂公彦负责人物设定等，制作阵容十分坚强。坂口博信甚至表示，他是以再开发最后一款游戏的心态，全力以赴再开发这款《梦幻终章》。25年前，坂口博信就是以背水一战的心态来开发 Final Fantasy， 让 Final Fantasy 一炮而红，成为不朽名作。这次《梦幻终章》是否也能因此而一炮而红呢？玩家们请拭目以待吧。